天。各位客人，嘿嘿，要房吗？啊，里边请，嘿嘿，请。小二，有没有上房？哎，有。林路，啊，好啊，嘿嘿。哎，房里有人受伤，吵什么？这几位贵客要上房，请您老挪一挪。看人吧，快搬。谁还敢叫板？欧阳公子，叔叔，这几位都不是外人。这位是大金国的六王爷，这是家书。哦，原来是欧阳老先生，久仰大名。请进啊。小王南来是为了武穆遗书，这遗书藏在临安皇宫之中，还要请欧阳老先生多多帮助。